哦，走路，买菜去路，一周没动车了。性能版的好像是你出的那些事儿，然后是觉得特别怎么了，特别光荣是吗？前面是一辆老款的第三代 MX。
后是把离合踩坏了，把离合踩坏了，这是不是你弄坏的？离合这个车的从一开始是不是你弄坏的？然后你那，你另第二次弄坏的那个东西呢？那不是不是你弄坏的？反正是坏在你手里了。对，百分之百只能坏在我手里。不然呢？说明你运气特别差。那你运气差，那也不是，那不就是也是说明你实力不行吗？哦，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，运气差不就是你实力不行吗？还想说什么？
这个车上了。